丸又称鱼包肉、水丸、鱼蛋等，是用鳗鱼、鲨鱼或淡水鱼剁蓉，加淀粉搅拌均匀，再包以猪瘦肉或虾等馅儿制成的丸状食物，是非常具有沿海特色风味的小吃。在我国，福建、闽南、广州、台湾、江西等较喜欢食用鱼丸。鱼丸属于粤菜或闽菜系，鱼丸所含的营养十分丰富，具有滋补健胃、利水消肿、清热解毒的功效。鱼肉中含有的镁元素对心血管系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那么鱼丸适宜和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？鱼丸和白菜搭配能够健脾开胃，促进消化。鱼丸和咖喱搭配能清热解毒，预防甲状腺肿大。鱼丸和菠菜搭配能够增强体质，预防衰老。鱼丸和芹菜搭配有利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。鱼丸和西兰花搭配能够增强食欲，促进消化，预防便秘和癌症。在生活中，鱼丸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鱼丸番茄汤、冬瓜鱼丸汤、咖喱鱼丸、菠菜烩鱼丸等等。